部上海话电影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我知道这个，八百。什么？不可能。不是不是不是八百，不是八百，什么？不是八百。八百。不是八百。回答正确。你演的。你演的。八百里面怎么有中国队？它是中华民族必胜。中华民族万岁！中华民族必胜。刚才这部电影就是八百，恭喜金教授回答正确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这咋听出来的？来吧，下一部电影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，请听第一个片段。韩老师，这儿有座。你坐里边。哎，坐。金教授，天下无贼。哦，回答正确。正确。怎么听出来的？这是韩老师，这儿有座，你坐里边。哎，天下无贼。你今天在这个环境敢睡觉？我耽误你。哎呀，是我耽误了你，但你没有耽误我。恭喜金劲儿再次回答正确。我来感觉了啊，我来感觉了。三年之后又三年，就快十年了，老大。哦。金劲儿，无间道，回答正确。香港回归中国，我们不想，也不能再多等一秒。我和我的祖国，回答正确。救命啊！你知道答案吗？你有我不要见。哪吒，知。金劲儿，哪吒之魔童降世，回答正确。哎呀，谢谢小舅。哎呀，大比分反超、啊、好棒啊！金靖今天坐在这里非常有感觉了，他被激活了啊，一下子钥匙就打开了。你是我的钥匙，你是我的钥匙。Oh my god！ 金靖，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失去了一个长处。我们这个长处今天一天不说话，一天变成了工具人。荣幸，荣幸。太厉害了。